和安合作。12:14，夜里被熟衬四耳。今日一路冇乜嘢，17都冇，18又冇，19冇。我记得旧年8月17嗰日，唔记得呢一日。喺 operation 里面攞住支火枪，杀咗83死0，我就趁多一龙出街玩。我记得即3年8月中嗰阵时候，我唔记得边一日，我玩玩 BL3 嗰阵时候，嗰日我都冇鬼追玩地铁人洞。我嗰下收到即系我阿爸听个电话，佢话叫我几日两呢两日咧，嗰两日咧要翻学校换新课书嘅礼翻学校，因为老师要睇住我做晒啲暑期功课。7岁功课就好多啦，因为读咗5年，我小学5年班嗰阵时候，经常都欠交功课，甚至到记得有一日咧，嗰几日专题练习之后，又起码有10几日功课，剩翻呢一样嘅。嗰阵我记得瞓觉之前，嗱嗱临就攞晒啲功课出嚟做。我夜晚先做，仲要臨瞓之前做，但系我就唔記得將咩功課做，所以就算啦。跟住嗰陣我做，睇喺台下做功課啊，做曬啦，可以離開。咁即係話咧，我唔使咁辛苦啦。我次次都等到 last 日先做啲算功課。呢嘢多啲冇啊，即系35啊，咁又用翻新嘅只歌啊，你听过啦，其实上听 Mini Yumi Aaron 唱啊，我嗰个喺上条，我6:10嗰阵时睇咗个电视广告，呢个富用银行，我唔记得富咩银行，富纯嘅咩富用银行，真系。係啊 ，Fusion Bank Blank 啊，成日聽咗做一代人，認真。佢話乜乜乜國民機，佢個樣子就笑笑下咁攞住部手機啊，你可以睇下。嗰啲 set 全部都係上聽自己歌，我嗰啲上聽仲有另一個8月28，甚至29咧。呢個第一位三屆香港結婚節暨秋日嘅婚紗展 ，Hong Kong Wedding Fair 喺灣仔會展三號館嗰度，到時咧會有兩個人出現。大會就邀請咗事後阿 Ali 啊、李佳芯就頒獎嘉賓啊、表揚啊、得獎嘅婚嫁品牌，同時間表演嘅嘉賓嘅 Chantel 都係獻唱呢個戀愛預告，準備新人重揾翻個初戀感覺。佢唱嘅戀愛預告咧有300萬嘅觀看喎。叫佢上，你知演唱會其實琴日已經完咗。叫佢上，可以話唱翻消防員嗰啲歌嘅。簡單啲講，同導師合唱過。Sherman 同埋 The Man 喺度唱緊 ，Edgar 同埋 Aaron 喺度唱 Superman。Gigi 同
genus 乘 linear regions， 而 U 理論 genus 乘就算世界不同啦。但 rock 同埋 gene 呢場鐵盒，個 G 字話自己喺演唱會裏邊係表現得失準，得六十分嘅自己就。咁就有多嘢發生，甚至可以話我 rock 咧，都講到自己有女朋友，不過就拖阿 G 隻手，即係佢喺 G 度話阿 rock 喺度唱 T 下，其實 G 字都同佢 G 啲唱 T 下嘅。就睇到阿 rock 同 G 啲唱，我諗翻起消防嗰陣時，阿 rock 咪又係嗰啲擔，就係嗰啲唔係好放得低嗰啲，就好妒忌咧。甚至好尷尬，所以就失準嘅嗰陣唱。警方拉咗一個廿六歲嘅本地男人，喺油麻地，試喺油麻地用鹽殺只蝸牛。點樣個心諗用隻用鹽點樣殺咧？蝸牛最驚鹽嘅，阿富汗你都知啊，俾嗰班即係個首都夏布爾，跟住話簡單嗰個阿富汗政局變天啦。塔利班就狂操咗夏布爾首都，基本上好多民眾都想去到全部湧曬機場，希望可以離開呢個國家。咁自然就因為架飛機就唔夠，個位唔夠，基本上架飛機起飛嗰陣時，好多人都湧曬個飛機嗰度。架飛機起飛上空，可能因為車廂裏面逼得滯，就有啲民眾就。即係簡單啲講，有啲市民就跌咗落街，跌死咗，有好多。塔利班政權回朝啊，為咗離國，都要攀上準備起飛嘅軍機。有消息話塔利班嗰啲武裝分子咧，佢就已經佔據咗冇人嘅總統府，咁個總統已經走咗，甚至可以話佢沒收到平民武器啊，但係唔會傷害無辜市民喎，唔需要靠武器自衛，釋放咗幾千個原本喺巴格拉姆安基地嘅囚犯，包括極端組織同埋阿爾蓋達嘅戰士。伊斯蘭國入咗夏布爾嘅總統府啊！佢話戰事結束啦，幾日就會同各界磋商，企喺一個開放同埋包容嘅伊斯蘭政府。佢個國家嘅名唔再阿富汗，叫做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，即係話廿年前被推翻阿塔利班政權嘅名，總統加尼已經離開國家。我都冇咗佢嘅消息，唔知咩嚟。唔知我家點乜嚟？阿富汗伊斯蘭，我睇個塔利班政權，又係塔利班嘅政建立一個政教啊，合一嘅伊斯蘭酋長國啊。政權就喺1996年就建立咗五年嘅統治，但係去到2001年倒台統治嗰陣時候。有啲激進政策，包括就係唔俾女性工作，對外封閉，生活水準倒退，更加係文化都最高嘅國家。喺極盛時期未有效咁統治全境，
東北面有 10% 的範圍是阿富汗伊斯蘭陣線簡稱北方聯盟統治的時候，五年內戰加上對哈薩拉族的屠殺令民怨日增，911之後阿富汗阿富汗戰爭爆發，塔利班政權和英美聯軍的北方聯盟的進攻瓦解。2021年8月塔利班再度控制阿富汗全國，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已經在8月16日宣布投降，接著一年正式和平移交政權，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都同意復國。我看到那張照片，不是那些塔利班的份子，那些武裝分子咪持槍咁睇喺總統府嗰度咧，跟住咪建立一個新嘅國家叫伊斯蘭，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嘅。咁跟住我心諗一句，會有一個政府，會有一個變成所謂嘅政府嘅部門會陀槍嘅咩？假定嚟講，如果你同嗰啲國家嗰啲人見面咧，見到後面嗰啲人拎住啲步槍咧。一個不啱嘅，即刻就開張肥嚟。我嘅心係咁諗，甚至全球講話裏邊，好似變相係嗰班分子係挟持咗，甚至佔領咗總統府。見到嗰啲人拎住支槍喎，跟住就好下嘅話，如果你唔應承嗰啲條件，我就懟冧你。如果香港嘅真係，假設如果控制曬，即係俾塔利班控制曬，基本上。出唔到街，戒嚴啊！要假設我身在阿富汗，我應該唔敢出街。佢有槍噶嘛？阿 B F 有一個就係扮私人，所以話咩都相反 level 50要細個啊。跟住我揸下車，原來佢個雙反係冇。載具第三人稱，撳唔到C掣，淨係可以第一人稱，好難玩。要有第三人稱先好玩噶嘛，可以見到後面。